早上好，今天已经是4月7号了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无花果现在的发展情况。这上面我们能看得见的有一、二、三个，这种有人叫春果，有人叫夏果，英文都叫 blubber。那这个果呢？属于长在去年的枝子上，那么秋果呢是长在这个就是新的枝子上面，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，所以这个果这个新的枝子如果长了出来，那么它会一直越长高越长高，那么到秋天的时候，那个果才会成熟。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。那这棵树呢，是去年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居给的。当时候呢，长了一点点果，但是那个果因为来的时间比较晚，所以去年在冬天的时候，这个果是没有成熟的。然后后来就是再冷的时候就掉到地上了。那么今年呢，我们是打算给它晚一点修一下这个枝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生长情况，那这个品种呢，我邻居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呢，所以我要等它熟了之后，我才可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品种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再见。